姥姥，我想吃烤鸭，你赶快给我做。你小子，姥姥在干活，哪有时间给你做呀？你今天不给我做出来，我把钱水给装了。你小子敢胖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姥姥，你看看。小外甥，看烤鸭得到了。姥姥，你又骗我，你来吃啊？你小子等着，姥姥待会给你做个不一样的。姥姥，你吃过真正的北京烤鸭吗？姥姥虽然没吃过，但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比她差。姥姥，你这太简单了吧，很好吃吗？姥姥这种方法一般人还不会嘞。小外甥，把鸭子拿来，姥姥开始烤了。你烤我吃就行了，我不想弄。你小子。姥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姥姥烤的香吧？怎么样？好香啊！香吗？哎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鸭腿，尝尝。